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刘晓光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2018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24轮。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旅联合厦门队和天津四箭队的主将之战，是由谢尔豪九段对阵柯洁九段。刘老师您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柯洁在围甲当中啊，前面下都挺好的，后面呢，但是也输了几盘棋，是吧？对。这个跟柯洁跟这个谢尔豪啊，也是他们这对小将对他冲击很厉害。嗯。所以他这输了几盘棋，他那个等级分都从第一上都下来了，呵呵，所以现在小孩都很厉害啊。嗯。我们选这盘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盘这个围甲的主将赛。好吧，好的，嗯，柯洁呢是代表的是厦门队，厦门队，啊，对，谢尔豪是天津四箭队，对，他们这两个队啊，分数还很接近，嗯，都是在争，前，就是凡是前三四名都在晃悠着，都在争这个，想争这个第二，好吧，对，嗯，现在只有江苏队是遥遥领先，对，二连星，是吧？嗯，对，新小木守个角，现在怎么都这个，以前都是这个，现在都是这个，以前咱们都守小木角，现在大家都守星位角，对，这是现在的布局，一个时代都变了啊，嗯，这是定式了，这个都没有说的，没什么好说的，都差不多，这都拆一个，对，这个呢它也拆在这里，当然这个也很大，如果比如大家都熟悉这个形状，对吧？对，以前我们都还经常挂一下，对对对对对，再挂角，现在它在这儿，对，这逼柱很大，逼柱也很大，是吧？它这刺一个，刺一个是人工智能比较喜欢的，以前对于这个形状我们都不走了，然后看看是不是从这边走，先刺它试试你的硬手，不舍得刺掉，对，交换成这样，嗯嗯，这样多一个子呢，对这个可能会变化有所帮助吧。对，然后这打入，谢尔豪这个力量也很大呀，他直接就打入了。打入是有的，是有，这个棋呢，应该说是也是可选的一个点呢。经常也有的棋手就慢慢下嘛，就先你守一个角，我也守个角，也守个角是吧？这布局应该说像这样的都不是很明显的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反正都能下。对，就觉得这个是摆出一副跟你战斗的姿态。姿态，这个他也有套路啊，这布局也有套路。嗯，现在呢，你如果走这个呢，他马上会拖连。拖连扳。对，他该就是这样。现在咱们大家都这样下了。对，那么现在呢，他是尖顶。嗯。藏在这儿。对。然后呢？他再跳一个。跳出来。嗯，对。这么下的，这个棋呢，应该说。倒是也是很难讲的啊，你说哪个就一定好，还真的说不准。你说现在黑棋你怎么下，是吧？黑棋现在这不是靠了点角吧？有靠了有点角，是有靠了点角，那么他下法很多了，你拿白棋也没有办法，是吧？他现在走的这个，对啊，走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是不是防这个？有这个是。或者是白棋跳过来，但是他主要是什么防你这个？你如果走这个，他会或者他跳，对，他会这样，这样他会这样，会这么走，他防你这个，嗯，他不见得马上靠了点，这个呢，所以黑棋要么走这个，要么走这个，现在都有的啊，他是走在这里，对，然后白棋正过来正一个，对，这个呢倒是一个让黑棋选择有点不知道了。他如果走这个呢，被压过来呢，他觉得不舒服。嗯。如果你只是这样，他觉得这个形状也软，不舒服，没有力量，他被他压一下不舒服。他呢来一个这个。啊，他就瞄着这个，这边有一个靠段。他的说什么？你如果走这个，我干脆就给你靠段得了。那白棋就确实连不上了。就这么来，就这么。对啊，这样确实连不上了。这样就这样了，你粘我就粘，这他是这么杀，他这样合适是吧？他就是说我来一个这么双的走，那么但是这样呢，白棋他就不了，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断点肯定是要护的。对对对对对对，是。然后搬起来。搬起来，
那么这个棋长出来，黑棋呢这个时候倒是选择有点儿，不，这个棋呢是下了一个，如果下一个俗一点的，就搬粘，也是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哎，对，这样，对，这样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呢，如果是这样，哎，对你搬好搬了，我打了胡，对，哎对，这样啊。你别说，倒是一个简单的下法。如果能走这样，我倒喜欢黑棋。哎，把你两边围都走踏实了。嗯，哎、那可能我觉得他白棋也还了一个顶。哎，那好，这他就我就踏实了。哎，那都踏实了，那就踏实、嗯、没关系。这个都我觉得黑棋倒还喜欢这样下，我觉得，这个倒是能走成这样是比较好的。黑棋没有这么下，没有这么下。实际上他这么搬粘呢，很实惠。对，很实惠。嗯，他是走的这个，你先去靠啊，你有可能帮白棋走强，哎，顺着让白棋走强了，反而不愿意。嗯，你这样子他是走在这里自己走的，柯洁这么下，这样呢，黑棋白棋这一打吃啊。黑棋这个先棋压白棋啊，这个让给白棋反而整形了。这个棋你只能吃啊，你粘这个我这个粘这个了。对，我这一粘就有冲就。哎，这不好啊！他是走的这个，被提了一下，这个打这个，这个棋呢虽然是一个常见型，但是在这个局面下，这个棋啊让白棋有棋下，白棋有棋下，嗯，就是说你让。就压迫白棋啊，让白棋走强了。本来他这个地方还很薄，嗯，现在呢，让白棋走找劫，虽然是一个那个什么吧，但是找劫这个点三三也是不错的，哎，正好不损，哎不损，而且还顺便考验一下黑棋，看让黑棋对呀、啊，你要挡这个被搬了，你走什么呢？他是搬的这个，嗯，是吧？搬走这个，你如果提这个被他这一爬你也受不了啊，是吧？这受不了。白棋就转身了，你走他度过了，那这个不行，哎、嗯，不能，你这个不能提，他是走的这个提好先手，这个不能，哎，这靠一个呢，倒是也可以考虑这个，你大概走这个呢之后啊，他这个棋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棋呢，这个棋，哎，打吃，对，这个棋也很厉害，对，这个棋它有个这个吃。哎，这样的话，对这个棋呢，黑棋可能有点麻烦，嗯。哦。这个棋是。尖一个。哎，就断的。尖一个，它也只能挡上。哎，那断上这个棋呢？对，哎、然后再回。哎，这不能退。这不行。这越退越不行。这个棋呢，黑棋也很麻烦，黑棋也麻烦，哎，这个那把那个角打角给活了，这很了不得，是吧？对，哎，这个棋应该说黑棋不好，只好这样，然后他就拆一个。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这个棋啊，这个棋应该说，黑棋就很麻烦了，角也被拿了，这都全不对了。不过白棋中间这块也没。这个棋没法下，这个棋黑棋不好下，嗯。哪儿都给白棋平，那个角也得了，这儿也好了，这个棋你的角也没了，这个棋要差很多分了，嗯，这个可能不行的，这是白棋，这黑棋是不行的，啊，好，我们看实战。实战白棋不是尖的，嗯、对，它是靠的，靠一个，靠一个，当然也很厉害，但是尖一个可能更加好，嗯，它是走的这个。冲的是吧？嗯，哎，让它断好，是，从外边吃，吃了，对，提了，然后再打上来，打上来，好，这个棋呢，实际上你把这个白棋也给你割断了，哎，这个没受什么大损失，嗯，那黑棋得到什么呢？你被那割断了，应该还是白棋好，白棋好，哎，如果你劫财有利，当然可以啊，他走的什么呢？他是不是先现在你走这个劫财没力啊？你没有劫啊，他都给你粘上了，很大。所以呢，这个棋他还没地儿找劫。哎，他打的这个，提这个是吧？他是先续个劫。先续了个劫。对。嗯。还续劫，他是搬这个，嗯。
然后它再打上来。对，这提掉。可是我在想，您这长是节吗？这个节，对呀、啊这个。如果这个啊，大概是、对，它就走这个，然后我在想这个能不能长？大概这个，大概这样。走一个吧，来走出来吧。哎，对，有可能。飞起来有点过分吧？飞这个吧，飞这个一般分寸，飞这个可以，对，飞这个可以。但是呢，这个白棋是不是也行呢？不，黑棋把这个给也是便宜啊，也很好啊，是吧？嗯。哎，也不错，是吧？这个棋。但我这个地方、这个劫，毕竟黑棋不是也扔了两手吗？是，是，但是这个棋呢，它不肯被它断。他断完之后啊，他也是怕这个黑棋得的便宜多，甚至他还说不定担心你直接压过了，压我就搬。哎，对，害怕这个。断了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压。他争子有利吗？这个棋。争死了吧。死了吗？也不见得，看看也不见得。这个棋。第一感是下争。你要争不死就完，是吧？好像还真争不死，争不死，所以这个棋啊也要小心点，不是绝对的啊。我们看实战，实战的白棋它居然是没有粘那个粘这个，粘这个。那么棋呢，它居然它就粘一下。如果你这个子放在这里，它我想它会粘上，是吧？那你放在这里之后呢，你下面它就粘在这里，粘在这里呢倒是，如果你是粘的话，它提劫以后它这里都是劫财，哎，这样它缓冲一下。实战呢，下成这样之后，黑棋也不走了。黑棋也没走，黑棋就柯洁走这个。好，这个棋呢，他是走的这个吧？是这样啊。对，提一下。提一下。嗯。这个棋呢，倒是说黑棋不走的话，这个也了不得。你比如说，这是断一个也不得了啊，是吧？哎，断一个，比如说你吃这个，对吧？他又可以吃这个。哎，对了。是这个，你如果粘这个，他一吃，对，你看，这走这个，啪，这再一吃，怎么办？对吧？这个非常的大，是吧？所以呢，这个棋也是再回马枪再提一个的话，黑棋好像也得走，黑棋粘上了，那么这个棋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那这个就没关系了。但是呢，它有黑棋，还有各种的利用，不管虎啊、走啊，这都是有先手味道啊。那这样走，白棋可能也走这个，反正黑棋也重。是的，走成这样，然后盖白棋。对，白棋是飞一个吧？飞这个。嗯。这白棋要拆一个，可能也是不错的，应该说啊。不肯啊。不肯。他想把这个变成了立体控。这个棋，我认为这个前面黑棋这个可能。柯洁这个效率不高，哎，使得这个棋其实是白棋先走着，其实是白棋便宜了。现在布局来说，白棋便宜了，对，它粘上，粘上这个白棋便宜了，像白棋再走这个，对，冲，长，再冲，哇，很凶啊！对啊，就直接给冲断，冲断。这时候到底是黑棋厚还是白棋厚？这个也黑棋也是箭在弦来。其实你这个不飞啊，拆一个让走这个再直接走就已经便宜了，保持这个优势应该说是不错的，应该是不错。这个白棋是不错的棋。我觉得白棋肯定觉得是自己厚，所以呢他才飞一个压迫黑棋。对。但是黑棋好像这个态度冲断比较凶，明显没觉得白棋厚，比较凶，是吧？对，现在他是直接挡的，也不是跳，普通跳。这个挡是先手啊。是先手。这个棋呢，不走我这一立可了不得，所以他要搬粘呢。立我尖一个不是活棋。虽然活棋的我先手啊，你比如说这种你我以后你还得走啊。嗯。这受不了吧？这一走你受得了吗？这活吗？这还不见得活，是吧？这没活吧？你还得卖这个才能活，活得很辛苦，对，是吧？你只能搬粘是最好的，搬粘好，这样不是还给白棋留下？白棋，顺着你的搬粘，我虎在这里，这也加强了厚了。这个来说，白棋也是期待着让你搬粘，但是，这就变成了一个那什么呢？就逼迫你走，然后呢，中间变成了一个战斗的形状，
他可能希望你这样，这样我就跳一个。这么看来啊，还是白棋后。白棋后。嗯，黑棋这个冲断是不是有点过分？这个适合力量大的棋啊，它是长的这个，嗯，是吧？对，长这个，然后搬一个，搬一个，哎，双一个也是很有意思。反正这个棋脚上是活的啊，嗯，这个没事儿。这个棋呢，普通这个也有，它长一个，它双在这里，它气长一点。对，但这个也很好。这个棋呢，它是跳的。这个棋啊，可以考虑在这里凶一点，可以考虑这个，可以考虑。这个形状。嗯，对，形状，那就现在压，主要是压迫你黑棋。对，但一会儿黑棋逃了之后，这个地方，关键是你得逃，先逃，你要先逃，逃了之后我以后下法不一样了。嗯嗯。你现在目前来说，只要你目前没有很有力的手段，我这个棋就有可能奏效，就是先下的强一点，哎，对对方的压迫先大一点。对了，先下手为强，哎，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嗯，这个棋呢，它走的这个，走的这个，然后黑棋下的这个好，这个棋啊。这个棋在中间这个虚虚的走一步啊，让白棋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他不容易找到方向，在哪个地方走呢？他很值得犹豫。对啊，这个地方感觉白棋肯定得补啊。对，你补在什么地方？怎么走？这是一个技术，是肯定是得走。因为他这边会有一些先手，所以他步调敢迈的大一点，他也不怕你的各种的分段。他这个棋呢，就是让你分段或者是在底边拆啊，他让你选择比较困惑。嗯，哎，一般你要是拆一肯不肯，哎，这是一种下法。那他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就出去了？哎，这是一种下法。其实拆一当然也是一步棋，或者还有这个，哎，也是你只要搬我就断，哎，就是这么给你搬那个我。下法也不一样，搬这个他也可能这个啊，那他就便宜了啊，那他就再往外边扔一手，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你长我就跳，这也是一种下法，对吧？嗯，所以他这种各种的选择，他拿定不住主意的话，这个时候谢尔豪啊来个猛的了，就说你说的来一个走的这个。对啊，我觉得一般呢，他敢这个大飞或者大跳的话，首先要看人家能不能靠断他。对，他觉得没关系，不怕，至少他来得很，对。他这边靠一个，对，这边是他始终都有他的先手权利。对，这个靠一个，这是普通的招数了，要断之前先来一下了。嗯，这个棋靠了一个之后啊，这个时候的白棋啊，谢尔豪可能下的有点猛了，有点猛了，这个棋啊。是，又说你在这个时候啊，本手是最好的，还是应该长啊，跟着退一个。这个棋呢是要点，不得不走。这样长一个，先观对方怎么走呢？我这样是最有利的。哎，你来作战，那就只能迎战。这个长，这个扳，这是要点。这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战斗？战斗，哎，这就看你的手段了。再压一个您还要吗？再压就不同了，再压和刚才就已经区别很大了，哎，就下法不一样了。嗯，因为我瞄着这个冲，但是我直接走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欠点火候。如果直接走，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直接走，比如说这样，我觉得它欠点火候。嗯，冲。哎，对，不是冲啊。哎，这个都是很厉害的啊，很厉害，很厉害。反正这个是直线的。对，这比较厉害。对，这就是比较强硬的下法。这个白棋呢，可战，可战。哎，这样你只要能够撑得住，可战了，这白棋就，哎，就应该这么下。能说吗？哎，这样你就战斗就完了，是吧？对呀。哎，战斗。三等，所以说就这个能走两下吗？这个啊，这个可能更不好，这样不太好，被拐死了，这样拐死了。
那两个就没了，这没有气啊，这搬的时候被人一打，一搬就死了。对了，这就死掉了。没气，哎，这不行。那所以说，我就说他直接出战好像还不行啊。这个冲，对，这样冲断是不行，所以说他应该长啊，是吧？白棋应该长啊。你在这个还没有作战的，你自己就退缩了，就挡一个，你怕什么呢？直接先把这个要点拿掉，然后剩下再说了。那边总死不了吧，是吧？战呢就战斗，战不行的话，我还可以迂回一下。现在他是走这个，被人家这一扳，这个棋啊，黑棋有利了。就是说，这个白棋硬，黑棋这边有狠的，对对对，有狠的吗？现在啊，不是，我就说如果退的话，退一个，会不会有什么担心啊？有没有担心的狠的？对呀，这个不管你怎么说，先把这个要点占上，剩下你狠不狠我都不怕，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估计可能，就你说的这个啊，这一类的，也有可能他也在迂回，也可能这样，冲一个，你说这样，也这一类的吧啊，这就话题长了啊，然后我只说明什么，白棋这个不对，被扳着这个要点不好，然后呢，你现在就被动了，你如果断，那么我长。你要被他一断，这个形状很难看。如果你加一个，这也不行，是吧？所以说你只能这么来。这等于是你变成了一个就被人家压到下面去了。这一步被动了，你这个形状不对，这个形状不舒展。他这个形状就想紧着他的气嘛。不舒展不好。再继续查。对，这个不好，这个白棋不太好。是吧？这个白棋呢，就显得这个居处了。你这个不能不要啊，那个还没死尽啊，那里面还有棋啊。这个不是说还吃了，还有，人家马上就有跳出来了，很多借用，不光是跳的问题。所以这个形状，这个时候白棋前面呢都很成功，这个使得这一步棋呢这个距离拉近了，这个棋就很难讲了，或者说现在黑棋可能更好下一些。现在该白棋，其实它是贴的，继续爬出来，再来一下，然后黑棋跳出来，黑棋跳，啊，这个现在瞄着你这个了，这个地方有打，有很多借用啊，有很多借用，它是走什么？刺一下，刺一个，它这个刺也很奇怪啊，它是希望你粘上之后再来，比如说长一个。那以后刺可能不一样，是吧？以后有可能刺不着。有可能刺的时候被人压一下吗？还是比如说，他以后啊，他这招棋或者是这个刺法不一样了，被人家比如说以后再刺的不一样了。如果双这个之后啊，你再刺这个，有可能或者人家这个双是先手了，是吧？对，有可能他觉得刺不着，反正他现在刺了一个，这个棋呢，黑棋呢，他这个下法不一样，他不粘了。对啊，他搬过来。这个好棋啊，这个搬好棋啊，打吃。粘上。对，扣打，这个是一个也是形状，但这样的作战的话，成了一个转换的感觉，转换的感觉。现在黑棋啊，黑棋不是黑棋走的这个。对啊，我说他准备着这个。哦，那个。他想考验你一下。那个可能也有点火，有点过头的感觉。先这边。我觉得您跟着硬的话，他就来了吧，是不是？直接来了，直接来是不是比较火的这个啊？你说这样哈。对，因为他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他可能也粘上，也有可能粘上。哦，你还。他这个不就已经把断补了吗？是补了，是对对对，但是这个棋呢，你抓不住下面的话，你也很狼狈啊，是吧？也不见得行，这个也不见得行，但小心，先慢一点啊，先看一看。现在，但是如果他要如果不怕的话，他就可以先跟着硬啊。对，硬一个其实相当大，相当大，是应该硬。硬，我要是我就先把这个硬完再说了。那里面呢是什么情况，咱们就拎着战斗算了。他呢是来了一个妥协了，直接把这个冲了。
这个黑棋吃的也不小。但是他觉得这里面比如说有党有虎有很多味道，他就直接把他给就干掉。但是呢，这个这边吃了，对啊，人家这一粒，人家这边也长了很多。对，这个也大，他也得走啊，是吧？但是那里面呢，还有问题，还有问题。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看看实战，他这一提，是吧？嗯，白棋这个打也受不了啊，他长啊，这个地方啊，里面呢，应该说还有棋。还有棋。比如说，嗯。他这个打先手对吧？对，那肯定得粘上。这儿点一个是什么情况？点啊。对，是这样。这个地方都还搞不清楚，还搞不清楚，还有可能有真有棋啊。点一个我就粘住，是吧？这个地方有气的，哎，对，这个可是。这个好像压一下不一定好，哎，对，压一下不一定便宜，不一定便宜，是不一定便宜。我还不如在这边这种。对，小心，这个要小心，哎，这中间，这个里面还有味道的，我这个贴还是个先手的，对，是吧？这贴我得补一个，哎，这都要小心，这个地方啊有可能还不干净，有棋的问题，嗯、是吧？有棋，这一扳就哎连回去了、哎，所以他还得吃。有棋，这对方真的有棋了，这贴一个，里面没有吃干净、嗯，没有吃干净。所以啊，这个真的吃块棋太难了。这就有棋了，是吧？对。哎，这就有棋了，这个地方要小心。所以这里面呢没有吃干净，那么你这个被先把这个给割掉，这个太大了。嗯。哎，这样的话黑棋的形势不错，柯洁啊。原来被动，现在又转回来了。应该说，是黑棋现在是有利的。这个吃的也很厚，对，哎，主要是那个地方还要打个问号。哎，就算都白棋的，哎，也。所以呢，现在该怎么办？现在黑棋啊，这个黑棋这个倒是现在主动了，因为什么？他先手在握，你最后跳的这个是不是啊？对啊、那么现在跳了之后，该黑棋怎么来把控全局？啊、现在倒是一个，哎，是一个焦点了，是吧？对啊，就像刘老刚才说的，哎、这个空里边啊，白棋他还有棋，那黑棋接下来是要马上的在空里出棋吗？嗯、还是先留着？咱们稍后为大家慢慢解答。好，待会儿看柯洁的。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看黑棋接下来做如何的选择。好的，嗯，哎，刚才说这个白棋跳了是吧？对，哎，这一提它一长，那么现在黑棋该黑棋主动了啊，黑棋怎么走？对，全局，现在你看黑棋这个实控都挺好的，三个角，哎，也挺厚。白棋呢，主要是那一块，哎，现在实际上黑棋啊控啊不是差很多，不差。对，我们虽然有贴目，应该是不差，不差。其实现在黑棋啊，把这个就挖掉，走，让他走，哎，就挖，你肯定得吃这个，你吃上面这一粒就死了，是吧？粘上，然后你不管是虎还是走这个都可以，哎，你虎的话，这也没关系，都给你了，他就走走空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一类的走走空，普通的走，这个棋黑棋啊，时控不差，哎，全局的应该说是好下，而且那个地方以后还是有可能有棋的，就应该这么下。然后呢，这个棋呢，在这个时候黑棋控不差的情况下，其实它呢去还是延续到什么呢？受 AI 的影响。对啊，又点三三了，我都已经抢了三个角了，对了，我把你第四个角也给挖了。对，他这个点三三成了一个也是惯性了。嗯，其实这个时候点三三不是绝对都好，但是其实我们看啊，如果这个角再被黑棋给挖掉之后呢，这块刚才您说又不完全都是白棋的空，那白棋的空在哪儿？对，黑棋一个角、两个角、三个角，如果再加四个角，其实就挖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啊？
这个他是实战走了，他这个点三三呢，这个真的可能是不是受 AI 的老点三三都习惯性了，见三三就开始点。对呀。这个他搬的这个白棋拐，先手是吧？嗯。你虎这是正常的，是吧？把这个三三给挡了。啊，让他把这个虎起来。关键是这个虎太大，为什么说呢？这还粘是先手。嗯。这个了不得，这个粘是先手，为什么是先手？你不能去不理我，如果你不理我，我这一尖这有棋的，是吧？对。你走什么？走这个？那他就挡就行了。打劫是个，对，这是个打劫，打这个劫，有棋的等于先手，你不能给我打劫啊！打劫是就算你必须跟着走啊！等于你这样，我先手走完之后，我这都是有利用的。所以这个虎，这个虎变成大棋了。这个虎关键是后续，本来你挖粘先手之后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现在不同了，现在呢，它是一虎，黑棋是翘起来啊。对。这个是就像挂角点三三似的。但是呢，虽然说是个定势，但是在此局面下，它不是好的好棋。嗯，现在这个棋被白棋这么一虎啊，这局面呢又拉近了。虽然这个棋啊，黑棋这儿便宜了，但是现在回过头，这个棋面变成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状态了。但是看着，黑棋的目数好像要多一些。多一些，白棋现在粘上，对，粘上。这个棋呢，可能也是只能这样。这样呢，就是说我这个先手，你再叫吃一下，他又财迷这个，他说我被你扳一下，我这儿挡还先手，结果呢，他还要抢一下了。这是那个谁呀、啊？这木数柯洁还要抢这个，这个棋呢，就上面的利用很多，利用比较的多，比较贪心嘛。我想他这个时候的形势判断是不是就已经进入中后盘，准备跟谢尔豪拼木？对，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局面要另说了。现在不见得好了。现在白棋走的这个，团一个。盘一个，然后呢？再爬，爬这个，这是你的先手，算了，他给了，给你的，站上再。其实不给的话，你说在中间利用，把那个走掉也不得了，我说。比如说往这儿走，给你打完，走完之后把这一冲掉，我觉得不便宜，也黑棋也不太好。他走了这个，给他粘上啊，然后他走这个。对，跳一个。跳这个。很大，这不走，这我一爬过来，这全部都浮上来了，是吧？这个下的挺好，尖一个，对，是。然后呢？这个地方您粘不上，我这靠了有。是有一个那个，是是现在有一点。对，其实那个很大，非常大。然后这个棋也非常大，嗯、因为不走这个棋，黑棋补一个也，就算补一个都非常有目的，是吧？因为这个中间它有先手，然后这个走这个，这个关键是下一步一粘呢，它威胁到它的死活问题。因为我在看这个好像有点大嘛，这个非常大，但是呢，它不是有一个棋吗？您现在走，它不是还不怕吗？暂时是不是？这个棋呢？你卡它粘上，它现在暂时不怕呀，这还有断。他不是怕这个断以后有味道吗？他这边而且他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这要，这里面有可能有棋啊。这里面他要小心这个，防着这个。现在是白棋先手，白棋走这个。对，对啊，我就说白棋走了那个，他们还是没有选择这个。好，那把这个吃掉，对吧？那白棋选择哪个了呢？你说没有搬，没有粘这个，他走什么了呢？压住啊。这个棋啊，他想在中间，或者因为他不压，害怕什么呢？他我跳出来之后，这个地方没活，这块棋，其实可能没有必要那么担心，是吧？这个棋呢，应该说或者点一个这个，可以考虑一下，点这个。点一个好像黑棋只能跟着硬啊，硬哪儿？我觉得还挺头疼的呢。点这个，或者是这个也是可以的，都是先手。这个也是先手，他是走的这个，好，其实这个时候黑棋往前走的很大，啊，他把这个吃了吧，刚才你说的这个，
对，这个你把你老担心它粘白棋粘上，哎，还想让它粘回来。这个吃呢，白棋也得到了一个安心，为什么？他把这个吃着了，那里面的担心没有了。对，这个点肯定就没担心没有了，这就是说各有所得。我让你吃了是很便宜，但本来要知道他很，我要是我很担心打了这儿有个贴，这儿贴一下，你走一个，嗯，我这儿点一个，怕这里面闹事儿，哎，我很担心。嗯，我这倒是算不清，但是你这个现在就再也没有了，对，那里面都干净了，嗯，然后黑棋也给他吃后了，吃后了，对，各自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形势还可以，控还不错，或者，但是平心而论，现在的白棋如果走好了，应该说，哎，还可以。但白棋现在看不也就这一方控吗？对，他比如他是这个走掉吧，这个走掉是吧？还没有走。对，他是先搬。这个搬不对，这个棋还想点点一个，点一个好，点一个呢，这里有断。嗯，他肯定得走。哎，这个可以放着，我这个棋我可以搬，对吧？还可以走别的，哪怕我走这个也是很大。嗯。我往上推也可以，哎，就像我搬你跳，我肯定要走这个，但是这个搬呢，我估计你走这个，他也会走这个。也是这样。哎，对，所以呢，这个搬是亏的。好，即使如此，白棋，白棋立还立个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为什么？如果不走，这个棋有一个家。嗯。一立，这一双就出问题了。这个就算你的，对吧？然后怎么办？这就直接侯了卡。是不是就已经你走这个走哪个走这个还是走这个顶住好我就走这个就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就这一步棋你都已经首尾难顾了只能打这个这个形状不对了对啊这出大棋了所以说你这个必须要先补一个而且他这个补一个还是先手啊您要不走的话、哎、我这个也有东西所以说很要紧的这个棋所以这个棋非常好他补了然后这个黑棋走这个好这个已经给解除了解除对这是很要紧的事儿然后白棋加一个好这个加一个虽然也是个大棋是吧这个加一个也算大棋吧那么黑棋开始怎么收官呢黑棋，这个时候你不加吗？加这个，正好。这个我觉得这时机。他是说什么呢？如果你立一个的话，我这个地方走这个，你如果吃我这个，我这里有个断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加一个，被他这个时候被他加一个有点难过，他挡住。这个地方就让他便宜了。给了，因为你这个棋啊，你要这个拆的话，被他一立呀、啊。有可能让他难受，这一叫吃收得很惨，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必抢的一个官子。他走这个，点一个，对。现在目前来说，现在又回到了白棋的这个节奏当中了。这目数呢？我看黑棋四角。四角穿心，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很完美的一个形状啊。那但是白棋这个比较完整和比较舒坦，对，关键这个搬了也舒服。如果放在这里更加好，放在这里更加好。这是白棋都味道，原来就是你没有挖，被我这一虎收得很舒服，这个现在来说，应该说白棋如果都正常收束的话，是小胜的这个局面，小胜，因为天目是个很大的负担。如果前面没有很好的建树的话，后面呢，你就是说木贴木，就我们规则就定了这个，让你负担重一点。是啊，黑棋要先走的话，要贴三又四分之三子，相当于七木半。所以这个棋就故意让你这个要负担重，要不然你老是贴的轻的话，你就随便下就没有负担就赢了，这所以说喜欢白棋的还是很多。
是啊，如果这个局面下黑棋比较难贴目的话，那后面呢，其实黑棋想掌控的地儿也不多。嗯，对。现在啊，他是贴的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压很大啊，他是贴的这个是吧？贴这个，白棋就这个挡了一个。对啊，我看白棋好像还有一系列的掌控的地儿呢。但这个棋呢，白棋这个只要没有负担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可以中间的补一补围控啊，也相当可观的。对啊，黑棋这边要想进入还受到牵制，因为这个有可能你随便要进的话啊，嗯，比如说你这样，这都是先手，变成先手，这吃都是先手，所以有可能你只是这样的进来的话，他能围上这个白棋多好啊，这啊那可了不得，这棋就不好办了。所以呢，这非大面非走在这儿的话，应该是白棋好，但是他走的这个，觉得边角比较牢靠。哎，对，牢靠。你看他走的非常扎实，这个谢尔豪啊，他点一个，那么走一个，这儿挤一个，这是你的先手，对吧？对。这个一走，哎，这个一虎啊，这倒是安全了。为什么呢？你走这个，我立一个，不管你挤一个，我就粘上，怎么着都没棋。里面是铁活，嗯，这个里面活了之后啊，特别舒服，又有木又有活的棋，所以这个棋他倒看清楚了。我倒觉得黑棋之前能不能，比如说跳之前什么，赶快能不能出点棋？哎，这样没出棋的话，那家他肯定立下去。哎，对，但是他这个都放弃了，他的算路仪肯定比我准，他就放弃了。那么没有棋的话，这样的话白棋也安心了。现在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都是要只能是冲击这个了，再往里面。现在其实黑棋是在想方设法的破白棋的潜力，哎，这必须要扎进来了。对啊，不是，他也只能破白棋潜力，但他长不了木啊。刚才您说他贴不出木，但黑棋如果不长木的话，还是贴不出木。如果你只是削一削，那都给他围上，那肯定不够了。现在他伸到这里，这个棋呢，白棋凶一点，应该是都是这个吧，都是应该这样啊，哎，这样凶，这个又。这个应该是先手对吧？哎，这样的话，我倒觉得有没有可能下得狠一点啊？就在这边。哎，这个棋，反正都拼命了嘛。哎，有很危险，这样黑棋很危险。嗯，我是愿意下白棋这样。那他这样吧，这样，哎，你这样就算你跑，那么跑出来，我顺势把这个走实了就完了，哎，走实即可，是吧？嗯，他呢？形势优势的感觉，对啊，他就围住，围住，好，围住呢下法不一样了，点一个，点一个，黑棋一定要给他削掉，才可能拼一拼目数，不然不削掉，只是往前走的肯定输掉了，嗯，所以呢这拼命啊，这是生副手，柯洁的生副手，对，点一个，所以说我说要在这里好一点，是吧？他就没有这么好的点了。被他点一个，粘上又觉得难受，粘上是被他这样了，来多点到一个，嗯，难受是吧？对，哎，所以呢，这个棋要反击一下，是吧？然后这个长一个，这我没办法，既然走了我就粘，这个还没走着，这个没走着，他以后还有点这个，他就先还舍不得，是吧？对，哎，然后这棋掉，先手，这是你的，这是给你啊。然后呢，黑棋跳一个是让他难受，可能。哎，他是挖的，可以可能单长可能也一样，单长，单长好一点，单长啊，单长的话黑棋肯定也得在中央走棋，嗯，对吧？对，哎，他是没走，他是挖掉呢，挖粘的。哎，单长你比如说，你走这个的话或者走哪个的话，嗯，我这个就不交换了，我这个不冲了，冲完这两俗手，对，哎，对后面的下法不一样，嗯，哎，这个时候我比如点一个就下法不一样了。或者走这个也是点一个，是吧？哎，直接他是挖挖粘的粘，哎，这个虎一个，他虎一个，那这个更轻一点，对着远一点，不怕断，是吧？断不了。但白棋可能就是目数上，那个给一点无所谓啊，那无所谓，和刚才那个不一样。现在是走成这样，这个棋呢，应该说这个棋冲是个俗手，这谢尔豪的啊。嗯。但是呢，他很愉快的是这个。对，这个就把你给收回去了。哎，对，这个愉快。是吧？对了，他这个愉快先手，是吧？这肯定还得吃。哎，对，他这两个先不走了，俩先手先不走了。然后呢，他围个中央，哎，这儿
它换成这成一点这个目，原来但是围这个空很多，是吧？对。现在应该说白棋还是好，你看黑棋走了半天，黑棋没长目啊，这个被虎了之后粘完之后，被它便宜一大堆，然后呢，白棋黑棋往回加吗？是走这个吗？啊，黑棋没走，没走啊，他走这个啊，他走这个，走这个棋呢，白棋啊，如果就算老老实实把这个走掉，还是白棋好，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你看这里有扳，是吧？这里有扳，然后以后呢，哎，这里也可以封，这空就多了，哎，对，还有点是，嗯，他没走，他走什么呢？他走了一个这个。这个棋呢就有点稍微笨拙了，嗯，这个有点笨拙了，这个棋它也是在收目，其实这个有点笨拙，为什么呢？啊，被他一跳，是吧？对啊，他主要就是想把这个目数收着嘛。那这俩交换也不合适啊，不交换呢，他又害怕这个，他被你靠一下冲一下，哎，那当然不，又不行。但是这两个交换之后都送黑棋回家，围了这点木，但是围了这个木的话就被黑棋啊抓住时机，这顶一个太大，那他只能吃掉。对，吃掉你也没办法。但是这个一长可是很大，现在没有全盘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棋了。这个不能吃下面吗？吃下被粘上，这个怎么办？这个太大了，这里还有刺，这里还有断，这里还有扳，不好。而这个棋到最后还来收你呢呢，这个棋你这个棋啊还麻烦呢，它这是要威胁你的死活的问题了，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以。可是如果从上面吃，这目数对非常大，是非常大，这个棋非常大。但这个地方它挤是先手，这是他的以前的啊，然后他把这个黑棋拼的。还是很猛的，这个柯洁得大便宜了。对呀，啊，还是先手，他还要粘回来。这被他一断，还有死活问题。这个被他先手吃，这个棋啊，你看原来白棋那么好的，那么多子，弄了半天呢，还没黑棋得的多，只是这样的一点点。我觉得白棋肯定退让了，不然的话不至于这个他就这么点一下。这么吊一下是退让，这个地方下的白棋的潜力全都消了。这个地方白棋下的退让了，是，而且是这个地方亏了。下成这样，走成这样，应该说黑棋现在胜利在望。终于好像是抢了很多目。黑，因为你白棋就是在人家的潜力对了里边还，这个时候黑棋应该说他的应该是终于迎来他的。这个形势好的局面了，因为前面他很被动，现在呢他把这个抠的这白棋很难过，现在啊该黑棋下是吧，还捞的先手，他搬了搬粘这个棋啊，这个都有点狠啊，这个时候呢抢的更狠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这儿做准备，走做这个，这不是有搬进来吗，是吧，应该走，因为下面还没有完全活，应该走这个，哎，哪怕交换一手再走都行，先靠一个，你不走我搬进来了，靠一个，哎，那再走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下法都不一样了，是吧，应该反正应该是靠一个，靠这个棋啊，这个棋黑棋要赢，嗯，哎，要赢，因为这儿这一把捞得太舒服了，对，他走的什么，看看他都搬粘了，搬粘，他主要是觉得这里还有毛病，这被他白棋搬他不好办，这他是搬的再抢一步，好挡上，不是他是呢，哦，挡上了，对啊，挡上了，粘上，啊，粘上，好，这个非常大，他是还想让你补呢，结果他走这个，这个厉害，这个呢就是说你两个如果你硬来啊不行，硬来我这一打这个一扳你不行了，对，我这一搂是不是就把你冲过来，不是你走什么走这个，走这个，都不行。对你打他就一搂。不是这个，我这个先手啊，是吧？这个我一冲就完了。对啊。这一吃，我一粘。要断死了。对了，这一断死掉了。嗯。这个就死掉了。看，打吃我粘上就完了。这个当然不能，两颗子你不能要了。哎，这一扳你就
这个就没法办了。对啊，这就没法办了，是吧？对，他也不能走这个。哎，对对，吃这个，因为你还没起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吃掉。当然你不能去尝，这不能尝，尝变化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个棋啊，提掉。这个棋啊，这个时候黑棋啊，这个时候啊，应该说走老实的就行，还得应该老老实实的连回去，连回家最老实，连回家。他是吃了一个，不是人家吃这个，这儿明显有望呀。对、啊，这个棋你就老老实实走回家得了。这个这反正有望嘛，就哎有点不肯。这面这反正回家就即可，这面有拐，这面有尖，是吧？对。而他走什么呢？他提掉了，提这个，这个败招了。我这就一弯，人家也不用弯了。来了一个狠的杀手，对啊、杀手，这个、杀手直接就杀手锏。这个棋是一个杀手，谢尔豪非常强硬的挤住。这怎么讲呢？你打吃我就粘，你粘这个我就断，然后你粘这个我就断，整个就把你这个归路给消断了。这个就死掉了，他没想到这一块大块他硬断，实战就是这么下，这一下子走成这样，啊、这一挤一走就给挤断了，打直就粘就完了，这个呢也没用了，你虎我就粘，嗯，这个又回不了家，因为这个打直先是等于这样的嘛，是啊、回不了家，哎、你粘这个，这俩不是虎不行，死棋，所以这被一挤啊，对，黑棋的大龙就连不上。这两个吃掉没俩眼，他是走的这个实战，走这个，嗯，一打吃，一粘，白棋一补，好，这个棋吃两个是连不到两个眼，所以到现在为止，柯洁中盘败。对啊，谢尔豪下成这样，把他大龙都给吃了，哎、嗯，这个这盘棋呢也就结束了。谢尔豪中盘获胜。对啊，谢尔豪在最后的时候还给我们上演了手筋，先挖了，再靠了，再挤住。对了，嗯，哎，这个棋屠龙成功，柯洁和谢尔豪这是下得很精彩，嗯啊，哎，这个非常精彩，嗯，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